刚刚看到就是新教授来做，他做交大电机系的老师，然后还有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同学，对，他们都来了，我很高兴。那既然他们来了，要唱一首，唱一些他们听过的歌过来。他们都说，平常都我在家里弹琴，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在唱什么。唱一下，第一个演唱会很难买到票的歌。为何有我我陶醉去